Fantastic. 我跟你讲，这一位不够了。啊，嗯，漏了就不再搞了。接下来这一位非常的出色，也对我们新加坡歌坛要讲是非常资深。归你了。对，虽然你看他的年纪还很新，但是真的很资深，因为五岁就出来了。哦，对对对对。我们台龙军东方的新闻啊，告别演唱会。啊、对，真的。40年辉煌告别。期待已久。金嘴郎为了他而来，哦，金嘴郎为了他当兵那啥无人那如龙啊，都敢下来看他，因为他在报账说他今年只有唱4场歌台，造势宣传，他不是唱歌台哦，他是来宣传他的演唱会，来对做造势，而且今天最特别，一人来问海报。哇，还有签名，等一下我们才公布一下，公布一下，等一下访问他的时候才来公布。Okay, let's stand up, 欢迎。And next we're going to present the icon of Singapore 歌台 and they have been in this industry for 40 years. And right now, let's stand up,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and let's welcome up on stage, Min Chu Sister. Whoa! 天二，他们的成名曲《天二》。你是你会变一条怎奈鱼怎笑话，你说你会变一条怎奈鱼怎笑话，什么怪魔术我都听过，没听过变奈鱼这一谢谢。